谭剑刺荣子山的相处，估计都打破了之前对对方的认知吧。荣子山刚见到谭剑刺时，他就第一面见我的时候分了一下，对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老谭也是一个挺幼稚的一个人吧。幼稚的一个人吗？而多多之前对荣子山的印象，之前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小小朋友，比我小那么那么多，结果一见面是这么看的，这么看的。哦，原来你长这么高啊！好像突然明白他们为什么能玩到一块了。